大家都晓得，波比平时都是对我爱答不理，我喊他，他几乎不回应我。当然，除了吃饭和他心情好。波比啊，波比，还有一种特殊情况，就是撒狗。啊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天天在那看漫画？当然，这种情况在波仔身上都不会发生。我喊波仔呀，他几乎是睡觉睡到。波仔，过来，快过来。乖狗，乖狗。那么等一下呢，我用这只糊涂鸭喊波比鸭的名字，波比鸭他会回应那只糊涂鸭吗？哎，波比，好好好，睡觉好。哎，波比，嗨起来 ，everybody， 跟我嗨起来 ，don't stop everybody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跟我左手 A 球，右手 A， 啊！杀狗！来，波仔拿去耍。哎，波比，你抢啊，直接抢！那先搞波仔，搞嘛，没事的，我去耍。拿去，波仔。波比，你啥子抢是不是？讨不讨厌嘛你？来。